大家好，我是韩红云。这期海豚专题的话题是四大战力。好了，废话不多说，我们进入正题。白蛇海贼团四大战力。由于赤脚九人男卧薪长达二十年，行动迅猛致命的行刺行动，在漫画986话的剧情中，以死亡凯多为首的白蛇海贼团四大战力，算是在一时间内完全就被这九名强大的武士所压制。但也正如在807海豚专题我们所不扯说明的，在接下来的鬼岛剧情中，强大的赤脚九人男很可能就会面临被反应过来的白蛇海贼团四大战力反败为胜的局面。而在这个胡扯的前提下，借此机会我们就来具体讨论一番凯多、金、奎因以及杰克这白蛇海贼团的四大战力组合究竟是何种级别的战力存在。这28岁的汉德杰克自然就是其中最多后头的一个，加上对面的阿修罗童子穿次郎以及猫狗可能至少就有四位赤鞘能直接和杰克对标，甚至短时间内打败杰克。然而即便如此，凭借丰富的挨揍失败经历以及已经觉醒的动物系能力，那即便杰克可能会被重伤或打败，但他依旧可以成为一个在被打趴下后凭借无限恢复的觉醒能力再一次次的站起来战斗，从而拉垮对手的存在。因此在战力上他也许会拖后腿，但恐怕却很难掉链子。而接下来到了伊泽奎因这里，综合实力也就完全到了水准之上的级别。其实从在托管监狱被暴走的大妈一招秒杀，随后竟然很快就恢复过来，利用寂寞和盾位实力从天而降和大妈头对头对碰将其撞晕的一系列事件，奎因就已经证明了他和莽夫杰克不同的智力战力兼具的强大实力。而除了非常逗逼的性格之外，这个十三亿家的胖子的实力也很可能就会在对方的武士胖子阿修罗童子之上。再接下来就是更加可靠的火灾镜的环节。在735期海豚专题我们其实就已经强调了镜在百兽海贼当中甚至就是最可靠的不可撼动地位。只从这一点来说，除非和他同级的小马哥能亲自出动和他在场面上打平，那即便乙藏已经非常惊艳的用枪打掉了他的剑，但在接下来的战斗中只是一对一的话，恐怕就没有一个持枪能足够匹配镜的强大。而到了死亡凯多的战力环节，我们自然就不用多说，这个大河口中的牛头猩猩可就是目前被公认的海东世界最强生物。虽然在警官和船舱刺中他前，凯多恍惚间仿佛看到了雨田，但正如凯多自己所说，他们的刀可能根本就不能给他造成实质性的伤害。更何况凯多的抗挫度和受伤后恢复的能力自然就是肯定要比汉在杰克还要更加强大呢。说到这里，我们其实也就不难发现，漫画986号中赤脚九人英勇的行刺行为对凯多来说可能最多也只是让他突然想起了关于雨田害怕了那么一下而已，在身体上他也可能只是会受到一点皮肉伤，甚至连热身都不算。而如果我们再放眼整个海东世界，将海军、伊姆、五老星都排除，那不光赤脚九人男根本无法对抗以凯多为首的白蛇海贼团四大战力，恐怕就连还有完全成熟的以黑胡子为首的黑胡子海贼团四大战力，包括由大妈和三角星所组成的大妈海贼团四大战力，也都无法打败他们。而在目前真正配得上能对抗很有机会打败白蛇海贼团四大战力这个最强动物系怪物组合的存在，恐怕就只有曾在两年前阻止过他们的以孙悟空为首的红发海贼团四大战力。好了，本期内容就是这么多，感谢大家的关注和支持，我是王源，海东专题，我们下期再见。